哦，前进，独立山吊桥。你看嘛，一个小桥。这无水啊，无应该是瀑布。人真多。很难控制。哦，这吊桥吊桥嘛，加油！好，到了。好，继续前进。这应该算袂歹爬啦，步道真好行。还没到便所，便所呢，应该是奉天岩啊，靠便所啊，哇，这个真惊！哇，火车，火车的声音。哇，真高，很陡。哇，这上高呢。啊，继续前进，还是陡坡。啊，又喘一下。啊，这种很陡了，很陡，比较累。你啊，平平啊，你起来都还好。但是平平的不行，你别说啊。但是缓，算缓缓的起来，嘛较袂忝啊。这个一座桥。慢慢爬是较袂遐忝，哦，今天嘛真驚。哇，我够急啊！啊，继续往前走啊！家有一个凉亭啊，
过迄个独立吊桥了后，叫一个小凉亭当休困。顶面够一个啦，顶面迄个敢较悬。这个够栏杆来当滑，要注意，这有底下顶面弄高起啊。看一下后面的路。咬人猫，什么是咬人猫？应该就是人家讲的孤婆玉欢，这啊，还是这啊，这啦，细小的啦，细小的这啦，这个是咬人猫啊，啊，这是孤婆玉的款，山顶无可能会当起来，迄种乌啊啦，孤婆玉嘛是有毒。本刚过平桥现五人啊，这个现五人哦，哇，这搁一个陡坡，哦，真长呢，这么真陡呢，惊死人！这又就是阿伯。哦，无人啊，前进。看大家行这拢行足慢的，倒落来行搁愈慢。哇，这个真长。嘛真多，平坦。继续爬坡，这热天叫我来，我真正唔嘛，伤热啊。转弯，真喘，哦，搁继续搁有，嘛是同款只个啊。无差不多一罐茶，下伫车顶，落车竟然袂记得关，啊！哦，转弯了，转弯了！啊，有够惊，又过一条！啊，啊，啊，嘛是爱行。行到一半也无行，落开啊！吼、哦，迄囡仔拢好亏蛋啦！独立山，你嘛使开车去，麦当
坐小火车弄个样子。啊，这是纯爬山运动。哦，凉亭到了，凉亭，这个凉亭较大啦，啊嘛较光啦，住迄个凉亭较细，啊，佫较，迄个啥，无日头。嗯。哦，狗呢？一只狗。高啦，这只猕猴。这东西掉下去。哦，那这里有什么？咖啡。有看到咖啡吗？嗯。你刚有拍照吗？小可啊。应该袂讲足清楚啦。知足菜根香，一笑百虑忘。应该是讲。那知足吃什么菜都很香啊，啊，一笑百虑忘，应该是笑笑的什么事都会过吧。这是我自己的解说，回顾樟脑寮，此处标高约755公尺，可远眺樟脑寮聚落，景观阿里山森林铁路前半路线通过竹取乡，设有竹取木屐寮。啊，这里看得到啊，要主要的骑的樟脑寮跟车站。啊，咱停伫个弯弯遐，咱车停伫遐。是不是拢雾啊？看无？雾啊！啊，无看火车。我知。拢雾气。火车伫头顶，呀呀呀！火车站，你看那里。飘啦！哦呀呀呀！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哦。有没有看到？他要从独立山下来喽。嗯，要到樟脑寮。哎，啊，等一下开到那边。啊，黑哥，你先停个车底下。黄文佳，黄文佳，停车。不要，大家都下来了，因为到独立山的车站嘛。独立山车站都好定，都要去，都要去了。那也刚刚。拢雾气，所以看无，就讲盖光的。我袂经过遐嘛，啊，但系无要白人就上到车站。无啦，我无在在遐，啊，看铁道诶，铁道诶，叫啥？你去你去客是对。无啦，哦，规个拢雾气，看袂讲会袂清啊。是下底遐啦。对一个，我讲我若无看到迄条鱼啊，要食饭，要食一条鱼啊有啊。有高血压，恁倒咧？对啊，刚刚坐。哎，啊，我怎么没看？密集恐惧症。哦，叫高血压。呀，我死啦。高血压啦，是不？注意，即要坐要坐椅啊，要望去跳啊，注意拢到遐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十八的，等下继续往前走。